即将于6月20日上映的灾难大片《末日崩塌》于5月29日在北京举行了红毯首映礼。导演布拉德·佩顿、主演道恩·强森和拉卡·古金诺三位主创共同现身，一同为电影宣传造势。当天红毯首映，强森刚一出场就引得了粉丝合影拍照，精明本色尽显无疑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强森与两位小萌粉的合影拍照简直萌化了现场所有粉丝的心。酷六娱乐北京报道。